向小姐，今天很高興認識你。我也是，相信我們以後會有很多合作的機會，絕對歡迎你來澳門投資。好的，再聯絡。楊先生，楊先生你這麼早走？許以兆，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遲了，我們不是應該很多事要談的嗎？我想不需要再談了，我已經跟媽媽說了，我們會退出，不再競投那個賭牌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走。楊先生，楊先生，我們再談一下。楊先生，楊先生，向小姐，我不是很明白，真的想不到你們還趕到來。那 Crystal 沒有通知你們嗎？我和 Adam 單官司有機會打一甩的，不會影響個賭牌。是？我想你低估了彭少雄了。彭少雄？你不是不知道督你們出來的幕後黑手就是他嗎？我真的看錯你了，你不單止做假數、作假新聞，還屈彭少雄笑我未戰先輸、煽風點火。對不起，向小姐，我都不知道說你是好彩還是不好彩。是，你是激動我出手幫你拆掉所有的問題，但是你這一下你是連踩兩條老虎。你如果讓我早一步知道出古話那個是你，督你出來那個就會是我。彭少雄說你不入流，說得一點都沒有錯。向小姐，怎麼樣 Lucas 怎麼樣？好啊，我遲些來探他。向小姐，真的沒有安全。你要坐牢啊，還搶著賭牌為什麼？是啊，為什麼？我真的以為我只有這條路，現在真的不知道。當我和彭少雄要離婚的時候，我覺得自己玩完，沒有條路可以走，我很生氣，做所有的事都要針對他。終於讓我找到一條可以走的路，就是我一直憎這個人，做一些黑他憎的事。有人告訴我，你憎一個人其實同時是傷害自己。我不 care， 但原來不是這樣的，受到傷害的不止我一個人，我的兒子 Lucas， 大家都知道他一樣憎恨彭少雄，但其實他是很疼著我，他扮到很憎他的爹地，還跟他搞對抗，結果自己屈埋屈埋，搞到有情緒病。我昨天聽到個消息，話 Lucas 想自殺。我是昨天才知道，而家是 Lucas 叫停了我，俾我有機會睇翻我行過的路，因為我屍橫遍野 ，Lucas 幾乎就是其中的一個。我決定不再憎恨彭少雄，因為我要翻我的兒子。其實而家諗翻轉頭，當初可以走的路都不是只有一條，是我偏偏要揀一條錯的路去走。我今天跟你講這些說話，因為覺得你好像我當年一樣，好像迷失了方向。你是一個人才，我不想浪費你，不過你現在已經得罪了彭少雄，以後的路真的會很難走，好自為之吧。你們做什麼？我想你問阿姐，可不可以認返我這個弟弟？我想停車了，我想 U-turn。 你現在知道你這條路走不下去了？我沒辦法轉頭，我雖然沒有搞到屍橫遍野，但我累到姐夫昏了在這裡，我傷了阿姐的心，對不起阿姐。你問我仲認唔認你呢個細佬，我都要問你。
你有冇当过我哋系一家人？你睇下你，你本来就唔使搞到今日咁样噶。我从来冇唔当一家人，不过系我衰，系我觉得太理所当然。我冇谂你哋，我净系谂我自己。头先喺法庭度，维嘉仲要帮我讲好说话，我觉得我要舅父，我真系好想。好想好想揾龙卷，你想要翻一大车，你想要翻个爱心，唔系揾龙卷，你要亲手拉开呢堂布帘，你要睇住你姐夫，你望住佢，你问下佢仲认唔认你，俾唔俾你翻屋企？你系时候要接受惩罚。我唔知道你今次入去要坐几耐，你姐夫年纪唔细噶啦。好有可能瞓瞓下就咁抽出去。如果你今次唔敢讲，可能以后都冇机会噶啦。你会后悔一世，到时就真系 no U turn， 冇得翻转头，恨错难返。姐夫，对唔住，对唔住，我知错。阿狗，细佬。翻咗嚟好耐啦。买餸买晏咗啊！唔紧要啊，而家即刻煮啊！冇所谓啊，最后晚餐食乜都得。喂，讲咩啊？你头先讲咩？讲咩？咩最后晚餐啊？仲有一场官司都未打，个官又未判。系啊，系所有人都话唔乐观啊。咁打官司就系咁噶啦。唔到最后一刻，冇人知系赢定输噶，系咪啊？系乜嘢啊 ？Justin Young， 你个律师啊，长胜将军嚟噶，你唔可以咁快认输噶。你想打赖人哋个斋钵啊？你唔好咁啦。仲有啊，我帮你准备咗好多求情信，一定冇事噶。打乜嘢啊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唔好咁负能量啊！吸引力法则啊！你个人一定要正能量，正能量嗰啲好运先至会埋你噶嘛，系咪啊？唉，你唔好咁啦。你唔好咁啊！我唔想你有事，唔想你出格。想就得噶啦嘛，如果官话要嘅，都冇计噶。系，知唔知啊？我头先咧见过阿姐同姐夫，我同佢哋讲对唔住啊，哇，真系成个人松晒噶。你话得我啱噶。一早就系我错，点知啊？我出事，我以为我失去咗我成世人最重要嘅嘢，原来我成世人最重要嘅嘢就系我屋企人。咁梗系在乎你啦。所以咧，我医翻好都唔系太开心嘅咋。我咪话咗你咯，你又唔听我讲。而家咪知咯，我依家嘢咧。一定要受噶，我唔系点面对佢哋啊？系咪嫌弃我定系射入监等啊？咁你会唔会等我？无论系点，我都会等你。
法官閣下，在繼續進行審訊之前，我當事人凌成峰先生有一項特別的請求，請法官閣下批准我提出。批准。我當事人凌成峰先生決定承認控罪。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？快點去下載這個 Apps 來煲劇吧。